景子母隧道。对。那头哪八个？一点那么多人。这两个一点。这以及什么一号、二号隧道？这可能较早拢伊个四十多一款。要再了解。哦。对啊，四十多块，讲那个隧道也老。哎，这么天气都变得特别好，对吧？哦。你看，哦，头前的隧道都有看的啊。咱顶啊，敢那是为迄边遐行过来。行过来。啊，咱即马是为迄边遐行过来。对啊，对啊。嗯。哦，迄隧道都有看的。嗯。这内底钓到哪？就是往内底钓的。伊这应该是拢神木，对。对。这什么？那就是那气息咯。对。啊，你平衡上吧。隧道口那边，隧道有两个，前面还有一个隧道，有两个隧道，你知道那个子母隧道？哎，这回来人足多呢。嗯。今仔日拜五，那人足多呢。咱顶下来，干那咱尔，干那。昭和两年的时阵，昭和二年，1927年的时阵，头前搁一个隧道，小隧道。这个小隧道，所以叫做子母隧道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大的跟小的叫子母隧道。还有一个解说台啊，
站，自家这里梯顶。竹南镇长起码不是康世明啊，他这些康世明什么，这康世明的乐器。赶着道路直接去上顺了。